台北市长张宏旭是从今天下午2点半钟起，率领了各有关单位的首长一起巡视了万大计划、向新计划以及年度计划中的主要工程。这些工程包括了树德公园、圆环路电拆迁以后开辟的重庆北路、郑州路、特三号排水沟两侧道路，以及将通往永和镇的第38号道路以及官渡的防潮堤等。到6月底完工的工程共有304项，其中万大计划中第一期工程的12项工程已经完成了11项，使万华和大龙洞地区的交通获得了很大的改善。